来，双面胶。来，双面胶，先看。先丢一块，差不多七公分。好。好，七公分。来，一中。中心点，那那白头毛哦，中心点来卡没哦，来，中心点卡正个卡没来，啊，有无？右甲后壁的后脑勺，哦，啊，这应该右下落来的后脑勺，哦，好，来，但是这好，这后脑勺这边还要再多一个。交代不够，伊老公不够。来，哦，这一定要过两个，来固定。我是虽然是在公务单位服务了，我是中部公所的财政科长。啊，虽然电脑方面的话，如果说公务上使用的话，我是会的。可是对于现在那个智慧型方面的，比如说像手机上触控的哈，人家时下流行的 Line 啦、Facebook 啦这些哈，我从来都不想去涉猎的。因为一来是不想学也有了哈，二来的话实在是也没有时间了哈。后来呢，听说我们这个中埔 DOC 这边哈有那个在上那个 LINE 的课程，而且是请来了一位年轻的帅哥哈，徐老师，徐志远老师哈。我想说，哎，那我就以尝试的心理来报报看哈。结果哎，来上课哎很不错啊，老师那个教课的方式哈，他是一开始先那个在电脑上讲解一下，然后就让我们实际操作啊，这样子操作，如果说有不会的地方的话哈，老师也通通都会帮我们解答，而且很有耐心的教我们哈。我觉得这种上课方式真的很不错。我已经73岁了哈，啊，这个电脑无解会晓，啊，有这个机会来这换学手机、学 Facebook、学新进的知识。对老人是很有用的东西哈，啊，假如有一个消遣，特别无聊，啊，来这经过老师的指导，啊，听得都懂了，啊，也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哈，而且到这里大家都很用心的在学习，我觉得这个社团是非常好的，谢谢。中途树荫中心，弘扬爱茶，听他来放心。